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田。好了，那么这一期呢，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用的纽克斯的旗舰综合效果器三叉戟。那么当我拿到这一款旗舰级的效果器的时候呢，那么我是吓了一跳的，因为他们告诉我是旗舰级，那我就想着啊，它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啊，各种触控啊，彩色屏幕这样子的。结果好了，原来它是长这样子的。我感觉我一下子就回到了20年前弹吉他的那个时代，对吧？那个时代你看屏幕都是这么小的，是不是？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都是每一家去比哪一个人的屏幕比较大，然后是不是触控的，是不是彩屏这样子的。那他们这一款三叉戟呢，屏幕小就算了，还给我们弄了这么多旋钮，对不对？看起来整个面板操作好像还是蛮复杂的。当然这个旋钮呢是非常好用的，而且这款效果器在我这一段使用时间以来呢，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它不是外贸协会，它不是以一个外贸取胜的这么一个效果器，它真的就是用音色来取胜的。那么大家可以从我片头演示的那段扫播来听得出来，他们的音色真的非常的棒，我可以甚至下一个结论，他们在这个价位里面真的是非常无敌的。这款旗舰效果器呢，是纽克斯最新的白盒的 4K 的算法，它可以再次的优化音色的清晰度啊，还有手感上面的问题，对了很多原型机音箱呢做了更多细致的建模。那么这款效果器呢是使用了双 DSP 的啊，其中一个 DSP 呢是专门来了运算音箱的，那么另外一块 DSP 呢就专门负责运算效果的。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我觉得它比以前有非常大进步的一些特点来的，当然它还附带了很多有趣的功能。那么等一下呢，我就会去讲解一些我认为很有价值而且很实用的功能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面板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对吧？这个面板虽然看起来是很复杂，屏幕又小啊，但其实这个旋钮啊，这个众多的旋钮呢，还是非常的有用的哈。那么屏幕小呢，其实是为了可以放下更多的这个旋钮，让我们去使用。那现在我来解答一下这个旋钮是干嘛用的啊。好，首先整个效果器的分布呢是非常简单清晰的逻辑在里面的，比如说这两个它就是一个上下切换大组，对吧？上一组下一组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下面有 A 组音色、 B 组音色还有 C 组音色，比如说现在我是在这一个32组的 A， 对吧？32组的 B， 32组的 C 这样子，对吧？然后这边到这里来了，它都是对应的单块效果器的开关，比如说这个 booster， 对吧？它就是控制我们整个效果器链啊、那个推子的开关，对吧？好，等一下我们再打开软件来看一下我用了什么样的效果器哈。好，比如说这个是 FX 的，对吧？一些周边，对吧？哎，还有这个 MOD， 对吧？啊，对吧？这里是打开什么合唱啊、fringe 那种东西的，然后还有这个 delay 啊，这个很好理解的，打开就是有延迟的，对吧？好，关闭先，然后这 reverb 对吧，打开它就有混响了。所以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是可以通过这几个彩钉就可以对我们音色链上面的单块效果器呢进行操控的。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我现在是用什么样的音色，我还是把它接到我的电脑里面来啊，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我是用了一个 Marshall JCM800 的音箱，加上了一个他们自己官方自带的一个 IR 的这一个箱体模拟的哈，这就是我这一个音色的底子了，大家听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挨个来介绍一下上面的功能，比如说这一排啊，其实这一排的功能呢，它就是对应着我们音箱上面的这一串旋钮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是这个明亮度，对吧？这个临场度，你看我现在在拧的时候，其实这个软件里面的这一个它也在动，是吧？同样的意思，是吧？你看这边是高音啊，这边是这个中音，然后低音，对吧？啊，还有这一个，这个就是这个 Power Amp 里面的 Level 啊，就是这一个东西啊，就这一块。然后还有这个 Gain， 对吧？Gain 就是我们这个音箱上面的这一个增益度啊，是这里的。所以我们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旋钮以后呢，我们是不需要在这个屏幕里面去调整，对不对？因为屏幕本来就很小，对吧？而且也不用去打开这个软件
啊，所以在这里我就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判断，就是其实音色我们是可以在家里面好好调，你打开这个电脑慢慢调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在演出的时候我要做出一些微调的时候，我就可以通过面板上面的旋钮来做这个微调就 OK 了。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讲。你看，哎，我们这里有个 delay 的效果器，是不是？哎，我刚刚讲了只要打开，那么里面的单块这个 delay 它自然也会打开了。我们现在打开先哈，好，打开这个灯就在亮了。好，但是这个界面上面它没有显示 delay 那个效果器，这时候我们要先摁这一个，回到音色链上面，然后再找到 delay 这个效果器，然后再进去，这时候它才会显示 delay 这个单块。然后这边这一个 delay 的模块，这里有个 delay 的英文是吧，那么这三个旋钮它其实就是控制这 delay 上面的这几个旋钮的啊，这么一个东西来了。比如说 level 对吧，你看，哎，我这里零啊，其实屏幕上面也有显示，我们软件上面这里也有显示是吧。我再来试一下，你看我领 level 的时候屏幕在显示这一个对吧，其实电脑软件上面呢也是会有显示的。再来看一下同期的哈，你看都在动。好，那么这个 time 也是一样的，延时的时值对吧，还有这一个啊，其实这是 feedback 啊，它也是会动的。好，那么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小建议给官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打开这个软件是为了方便大家去看对吧，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个软件可以看得到对不对，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小屏幕来判断我们现在在拧的是参数大概是多少，更多都是靠耳朵去听对不对。那么其实我想提个什么样的意见，就是哎，比如说我现在是在一个效果器链上面的，那么当我去拧这个 delay 的参数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画面它是不会跳转到 delay 上面去的，我们必须要先找到哎这个 delay 的这个选项，然后点进去以后我们再拧才能看得到相关的参数在动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这个界面我去打开一个混响的时候，我去拧混响的时候，这个画面其实它还是 delay 来的，我必须要回到这个效果器链，然后找到混响这个选项，然后点进去我再拧这个混响，哎，它才会有这个对在一起的反应对不对。那么这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比如说我拧 delay 的时候画面是否可以跳到 delay 那个界面呢，我拧这个 reverb 的时候画面是否可以跳转到这个 reverb 了。那其实这样子对于我们现场的调节来讲是更加的方便的。好，我们就讲这个 delay 这个效果器哈。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delay 的界面里面啊，我们刚刚讲了这里是 level 是吧，哎，你看我比如说我现在把 level 开大一点对吧，现在这个 delay 就很离谱了，我们应该小一点点啊。下面这个 time 也是可以调节的，现在上面显示的是毫秒数，我们把它调大一点点啊，它变这样子了对吧，很离谱是吧，对吧，已经过头了是不是啊，把它调回来对，然后 level 不用这么大，然后 feedback 可以小一点点啊，这样子应该就听起来比较合理一点了。那么这个 delay 效果器上面有一些东西是要注意的，就比如说在一些analog 里面的 delay 效果里面呢，它是不会让你去选时值这么一个选项的，它都是选一个毫秒数对吧，你看这里它是选毫秒数啊，你看这里是300毫秒啊，你看50啊100毫秒这样子去选的。那么在现代来讲，如果我们用时值其实是会更加的，我认为会更加方便跟精准一点点。那怎么办呢，在上面我们有两个选择，可以通过 delay 这个来 tap 啊，你看一下我去摁这个键的时候这里是会有显示的，你看，哎，你看现在上面可以去选一个速度对吧，现在速度是多少对吧，你看，哎，我 tap 一下啊，现在速度是69对吧，你看，哎呀得快一点，你看现在是119，是可以这样子来选择速度的。然后下面这个音符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个时值对吧，你可以选8分音符，还可以选一个16分音符4分音符都 OK 对吧，按这个键来这里，然后把它选成是一个，哎，4分音符就 OK 了，你看这里可以选8分音符啊，然后可以选16分音符对吧，啊，你看各种可以选的，我们就选回一个四分之一音符就 OK 了。所以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因为 delay 效果器我之前也讲过了，它跟速度跟时值是非常有关系的，一定要先确定好你的曲子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再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四分之一音符、八分之一音符，这个都没所谓的哈，一定要先确定好速度啊。那么它这一个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四分之一音符的这个选项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了，这个只有在小屏幕上面有显示，在我们这一个软件里面是没有显示的啊。你可以在上面调速度，这一个速度跟我们上面那个速度是对应的，但这里一个四分之一音符呢，在这个上面是没有显示的。那么这个我也问过官方为什么不显示啊，他们的回答也是有道理的。他说其实像这种效果器 analog 的效果器，对吧，传统的效果器它本来就不会有这个东西给你选的，对不对？你要我做到里面去是非常的奇怪，那么这个说法其实我也是接受的。所以大家就要记得了啊，当你想选这个什么四分之一音符、八分之一音符的时候呢，就要在我们这个小屏幕上面去选择了哈。好，我们接着往这边看哈，这里还有个小波档啊，这个小波档是干嘛用的呢？这里对应了一个什么 BBD 啊、Tab 还有 Digital 的这么几个英文，其实它就让我们可以在面板上面快速的去选择不同的效果器的类型。那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一个 Digital Delay， 我只要把这个波档打到最下面，哎，你看它这里就会变成是 Digital Delay 了。那么还是通过这三个旋钮来控制这里面的参数，对吧？啊，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好，那么我们再把它打到最上面去，哎，这个时候就变成是 analog 这个 delay 了。好，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对吧，还是很好听的，是不是？所以 delay 的类型我们就可以在面板通过这个小波档来选择了，是完全不用去进入到我们的软件这个界面。好，那么通过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旁边这个旋钮它也是这样的意思来的。我们就多开一个混响吧，好不好？我们把它打开，哎，你看也亮灯了。好，这个时候进入到它这个画面，你看现在我是用到一个混响，然后参数在这里，那么它也是对应着我们这个参数，你看这个 level 啊，是不是还有 decay， 对不对啊？哎，那么这里第三个旋钮呢，这里就没有可以对应的了。那么其实我们这个上面的旋钮呢，是对应着每一个单块效果器上面最重要的旋钮的，它并不是所有都能做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比如说有一些单块效果器上面它是五个旋钮，那么这上面只有两个或者三个，那么其实它就对应的最重要那个参数，让我们去做微调就 OK 了。好，我们来听一下现在这个混响是什么样的效果啊。对吧，它是这样的声音。那么同样在这里面也是可以去选择不同类型的混响的，比如说这个最上面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弹簧混响啊，打上去，哎，它听起来就这样子了。这个太夸张了，马上调一调 level 不要那么大，然后 decay 也小一点点，哎，这应该会正常一点，对吧，非常的快速， decay 还可以再小一点点，啊，这样正常很多了，对不对？再看一下中间这一档，就是板式混响，打过来，哎，哎 ，decay 还是太大了，调小一点点，在这里就差不多了。哎，对了，就这个意思，你看可以快速就调好我们想要的混响的参数了。那么这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啦，虽然上面这个小波档是可以让我们去切换三种不同的混响，但其实这个机器里面带的混响呢是不止这三种的。我们来看一下电脑这个界面，你看混响在这里，是不是我们点个右键，你看它是有四种混响了，对吧，它还有房间混响了，对吧，第一个是这一个弹簧板式，然后是一个那个大厅，对吧，第三个是这个 room， 是个房间混响。但在我们这个界面上面呢，它只给了这一个弹簧，还有这一个板式，还有这个大厅，但这个 room 它是没有写出来的。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了，它不止这三种的哈。当然你用了 room 的效果器在这里面调节的时候呢，这两个旋钮它也同样可以去调节里面的参数的。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你看这两个波档中间还有一个波档，这个是干嘛用的呢？这上面是有箭头的，它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 delay 跟混响
这两个效果器的顺序，你想怎么摆放的问题的这么一个波档来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喜欢 delay 在前面，要 reverse 在后面，那么有一些人他喜欢反过来，那么有一些人他喜欢两个同时发出声音啊，都可能，是不是？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先通过 delay 再出到我们这个混响，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调节方式就应该是在中间这一档，对吧？中间这个箭头是往这边走的，就是先通过 delay 然后再到咱们这个混响，你想反过来了，你就拨到最下面这里来就 OK 了。这个时候箭头是往这边的，就是先通过混响然后再到这个 delay， 对吧？那么这一个我觉得是蛮实用的，因为在电脑上面是很好实现的，对吧？你看我这两个东西只要一拖，哎，它就过来了，这个东西一拖它就过来了。但是你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没法这样拖，是不是？所以有这个小波档还是蛮快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啊，那旁边这一些的原理也是一模一样的。我先把这两个关闭掉，比如说这个 FX， 对吧？点开，对吧？它其实就是这几个效果，你看有一个压缩啊，还有个 filter 啊，还有一个 pitch， 是吧？它有三个效果你可以选择，然后也是通过这个来调节它的参数。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 pitch 的效果，是吧？只要把它打到最下面，你看它就显示了啊。这东西在电脑里面长这样子的，非常的帅气哈。然后我想要个压缩，打到最上面那一档，对吧？现在就变成这个压缩效果器了啊，它就长这样子的，对吧？非常的帅，是吧？那么也是通过这两个旋钮来选择它的一些最重要的参数，对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MOD， 对吧？啊，这里面就有一些比如说正音这个效果啊，你看还有一些合唱啊，对不对？都可以通过这个波档快速的切换你想要的效果器。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三叉戟上面的这个旋钮的功能了，看似复杂，但其实它是一个模块对应着一个模块，非常的方便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大家是需要注意一下了，就是在我们小屏幕里面的效果器链的顺序啊，它是这样子的，是从右到左来看的。然后在我们这个软件里面呢，它是从左到右来看的。那么这一个呢，我不大清楚为什么是两边是不统一的。那么我个人是肯定希望这个效果器链跟电脑上面这个效果器链它们是一致的啊，都是从左到右这样子，要么就都可以让我们选择，都是从右到左也可以啊，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能同一个方向是最好的。然后下面这里还有几个小的按键啊，像这个是 noise gate， 对吧？这个噪声门的效果器的快捷的打开方式，你看点了它就会打开，对吧？还有 amp， 对吧？点了它就可以打开跟关闭，还有 cap 箱体，还有 EQ，对吧？都可以通过这几个按钮呢就实现了快速的开关。所以综合以上所讲呢，我认为它的现场演出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它总比你在屏幕里面去点半天可能会来得更快。但我不是说在屏幕里面点就不好，没这个意思，因为那个可能会更加直观一点点。那么我们用旋钮来领的话，其实就是靠你的听感，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冲突的，我能快速通过旋钮来领到我想要的音色，这就是对的。它会让你更加的忽略所谓的参数啊，所谓的标准要求，完全用听感来告诉大家，来告诉自己这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刚刚所讲的所有东西呢，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会介绍它的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就是 Reamp 音色重置。这个功能在我们音乐制作里面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事情来的。那就是说，其实我先通过我们的效果器，通过一个听丝录干的这么一个方式录到这个电脑里面去以后呢，在后期给这个干声来重新调整它的音色。那比如说我希望这个音色是英式的，我也希望那个音色是美式的，也希望是某个音箱某个品牌的箱体，我都可以在后期重新来调整啊，我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啊。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录进去的音色，它就是个干声，是吧？我们听一下，它是这样子的。对吧？它不是失真来的，是不是？但我们这个 solo 它是失真，是不是？啊，这时候只要打开我们的软件啊，这里有一个设置，然后把它换成是音色重建啊，这个选项勾选就 OK 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比如说我现在用到这一组是我这个 JCM800 的这套音色，是不是？我只要在播放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一轨的音色就会对应着我当下所选择的音色参数了。我们听一下，现在是这一套音色，是吧？那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哈。
我弄一个循环哈。好，那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一套音色我不大喜欢，我要换一套啊。比如说我现在换这个音色，这是我们的泰勒老师自己调的一个音色，是吧？我们听一下他音色怎么样的。是不是他调音色跟我调音色都不一样，是不是？那如果我又不喜欢那个音色怎么办呢？我可以继续选，选到我满意为止。我可以无限次无成本的在后期来修改我的音色，我可以选到一个跟我伴奏更加合适的那个声音。那么这里可调的东西就实在是太多了，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箱头，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箱体，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推子，对不对？还有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你 delay 的参数，对吧？这个是最容易调不好的，现在你后期可以调到好为止，对不对？我认为这个功能对于我们平常做制作做录音的乐手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给我们后期省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音色重建的这么一个功能给用起来哈。好，那么现在这一组叫做 CT Solo 的这一组呢，就是我根据我这个伴奏我所录的这个 Solo 呢来设定的一个音色，那么基本上我感觉就已经很融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定稿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声音啊录到我们这个数组里面去呢？是非常简单的，我来教大家怎么做哈。首先我们只要新建一轨啊，新建一个音频轨。好，这里面有输入一啊跟输入二啊，这个没所谓的啊，我们就选一个输入一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数组的输入源呢就一定要选择是我们这个综合效果器这个三叉戟就 OK 了啊，给大家看一眼哈。来这个地方你看，对，你看输入源是它，那么这个输出呢是我这个录频软件的，这个就不要纠结了哈，输入源选择它。好，那么在我们新建的这个音频轨里面呢，我们就点这个录制就可以了啊。那么现在再看一眼哈，现在还是这一个 CT Solo 的这么一个音色，对吧？那么这时候我们点这个录音按键呢，它就会把我们选好的音色给记录下来了，我们听一下。好了，那么我们现在下面这一轨呢就是我们录出来的声音了，我们单独听一听哈。我先把这个音色重建这个给关掉先啊，我们检查的时候就点回这个常规就 OK 了哈，不然它就一直在重建。好，现在上面这一轨就是我们本来的干声的 solo 是吧，对吧？下面这一轨就是我们刚刚录进去 re-amp 进去啊，音色重建进去的声音。对吧？是不是很简单？那么我们又可以这样操作，就是我们可以多选几个音色，然后最后加到伴奏里面去听就 OK 了。你可以多选几组，对不对？好，这个我改个名字先，叫做成田音色。然后这时候我们把泰勒老师那个也试一下吧哈。好，记得吗？还是要选回这个音色重建的这个选项哈。我们把音色换到泰勒这边来啊，速度的70哈，这首歌速度的70。好，那么我们就听一下啊，我们直接录吧，就把这个录出来就 OK 了。好，同样的新建一个轨道，把名字改一下。啊，这是泰勒老师的音色。好，我们现在录一录。OK，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到两组完全
不一样的音色了，是不是？我们再来选一组好不好？换一个预制的吧，换这一个看一眼，这里有一个这个吧，这个看起来又跟我们刚刚那个音色是不一样的，它好像没有加 delay 的啊。好，那就不管它吧，我们就用那个预制来尝试一下嘛，对不对？好， OK， 开始。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得到了三组完全不一样的音色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检查了，我们就可以放到伴奏里面去一个个来听啊。那么这时候你不就有很大的选择权了吗？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可能是会误判的，我认为当下的音色很适合这个歌，但可能到后期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那么现在有这个音色重建的功能呢，就会给我们后期带来更多的修改空间了哈。好了，那么这里要提一个醒，是一定要注意的。如果你是苹果里面的 LogicPro 的用户的话，一定要注意我以下来讲的这么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做音色重建的时候的一些设置问题。好，那么当我们去点了音色重建的这一个选项以后呢，那我们现在播出来就是我们选好了音色，这个没有疑问是不是？好，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哈，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音频选项里面，就是这一个音频对吧，这个通用这里面，如果这个选项就是这个输入监听启用时仅会用于聚焦的轨道与酷乐队一样，这个选项如果没有勾的话呢，就会很麻烦了。播放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如果是戴耳机的朋友们，一定要把音量拉低一点点哈。来，我们这一轨是要去回录它了哈，我们现在听一下会产生个什么样的情况。对的，它有这样的情况。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以为这个机器是坏的，我还跟那个官方换了一台过来，结果发现还是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就是因为要把咱们这个选项给点一下就 OK 了。点完以后呢，我们所有的声音就正确了。我们再来试一下，把这个删掉哈，我们再来回录一次。所以记得了，所有的 LogicPro 用户呢都要知道有这个问题的存在，一定要把这个设置给设好啊。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对这个三叉戟这段时间以来的使用感受了。我个人真的是要给它一个大大的赞的哈。还是那句话，在这个价位来讲，能满足你的录音，能满足你的演出，还能满足你的音乐制作后期了，
我认为目前来讲只有他能做得到了。纽克斯在这几年以来呢，他们的进步了真的是有目共睹的，从早期的 MG300 到现在的三叉戟，我认为他们的进步真的是非常大的。当然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体验，我认为后期他们也是可以弄得更好的。那么希望这个视频呢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也希望你们有三叉戟的用户呢可以把它用到极致，好不好？我是成天，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